今天的作家黄老师哈，还有文学台湾基金会昆仑兄哈，还有各位在座的好朋友，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每两个礼拜举办一次的文学家驻馆活动。那今天的文学家呢，当然是我们非常知名的哈文学家黄淑根黄老师哈。那他这个待会的介绍呢，我会请他的好朋友哈昆仑兄来帮忙介绍。那文学馆这一两年来哈有非常多的一个变化，也有非常多的进步哈，包括我们文学家现在的作家专区，咱故乡的作家哈是伫台湾最有光荣感的一个城市了哈。好，那伫台湾来讲哈，没有其他的城市有像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文学馆，所以这最近呢，我们建筑界哈、建筑师工会跟建筑商业等九大工会哈，他们两个礼拜也在这边办一场这个城市美学的讲座，那他们就非常羡慕我们的文学家，那他们也一直在跟我讲，我们高雄市的建筑师、设计师、城市美学这些专业工作者非常的多，他们也有心哈，也要打造一个城市美学、建筑空间美学的一个图书馆。好，那我想，这个对高雄来讲，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哈，都是非常，对市民朋友都是非常好的一项服务。那当然，文学馆这边哈，当然要感谢所有作家的共襄盛举。我们一年邀请24位作家，那已经今年已经第二年哈。那这个作家我们都非常感谢。那当然幕后协助我们的一些民间的友人，我们要非常感谢，包括昆仑兄哈。昆仑兄，在文学台湾，在这个淳辉出版社担任社长，那对于高雄文学馆非常的相挺哈。那今天他的好朋友要来演讲，他也特地要来讲几句话。那不过在他讲几句话之前哈，像我们的作家专区，好像我们未来要进行的数位化或是影音资料，把作家的资料永久的保存下来，而且不只是现代的手稿，我们希望放在高雄文学馆可以用数位来查询，把他的影音资料留存下来，让我们后代的这些高雄的子子孙孙，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作家都能够了解我们前辈作家他们在这块土地的努力。好，那这一点我要非常谢谢这个社长的帮忙哈。那我们现在就以掌声来欢迎社长来为我们这个黄老师哈介绍一下。今天叫我来担任那个黄老师、黄淑根老师演讲的，给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哦。黄老师、黄淑根老师应该在座真侪朋友拢知影伊的大名啦吼。伊是民国36年1947年拄啊228迄当出世的哦。台湾呢？真奇怪，有一个真奇怪的，讲伫228出世即缘的少年家吼，以前的少年家作者拢作家、甲政治评论家、甲历史家啦，啊，所以就有人咧讲吼，是毋是因遮呢？就是228牺牲的诶，迄个精英吼来转世啦，因为你若以迄个有人咧讲咱人。过身了吼，灵魂搁烧香伫即个世界世界飞啦。啊，228者吼，撇开吼，害死者的精英吼，唔甘愿落伫228即当吼去投胎出世。所以呢，黄秋金老师吼，在我的认定，伊嘛是228牺牲者的精英内底其中一个去转世，吼，咱若讲叫做投胎转世啊。所以伫伊的文学内底呢。所表现的伊的范围有够宽哦，包括对个人、对迄个政治、对国家认同哦，足侪问题伊拢有探讨。而且呢，叶斯塔老师讲，黄淑根老师是一个激情诗人啊，哦，就是讲伊若拄到迄个足大的迄个时阵，伊迄个热情就走出来了
哦啊，所以，迄、那个咱今仔日听这个黄秋瑾老师要演讲吼，迄、哦那个确定啊，大家就当看出伊咧演讲的时阵吼，伊、哦、的大脑吼、哦，一直烫到伊的肠啊吼，伊拢直来直去啦，无啥物隐瞒，无啥物惊吓拢袂啦，伊想到啥，伊就甲你讲啥，迄是伊介大的特色。啊，最后要介绍的一点就是讲，可能咱在座吼，也是咱台湾写作的人做无到的代志，就讲伊每一冬吼，拢写一首诗送因太太，已经写30冬啊，吼，这个是真可贵的，迄个无人了解，啊，搁每一个人在座可能嘛拢做无到啊吼，逐冬呢写一首诗，甲太太忏悔也好，甲歌颂也好，吼。这种精神吼，30冬维持30冬是伊的坚持。伊讲伊以后要阁写落。啊，咱今仔日呢，咱来听黄秋瑾老师，伊要讲伊文学、甲生活、甲文学的体验吼。啊，大家来甲听看卖啊吼。啊，听啊，大家可能会当感受讲，伊对头壳想的安尼直接就一直讲，会介精彩。好，咱请黄老师吼，黄秋瑾老师来甲大家。讲今仔日的讲题，好，谢谢。啊，所以吼、哦，确定我啦，有当时啊，像昆仑啊，都咧国家介绍的叶老讲我是激情，伊讲我激情诗人啊，我讲话足大声，啊，伤过大声啦，破坏到伊咧录音哦，我来歹势啊，哦，甲我提醒一下，我尽量今日尽量用足趣味的，啊，较好玩的，较。温柔诶，婉约啊！困了，等下来甲介绍我一当写首诗环保啊，遮浪漫的人啊，讲话安尼啊，气压个无啥用诶，破坏形象对不对啊？今日讲来遮演讲，但是呢，我毋是来遮演讲，今日伫遮含大家，我是咧开讲，啊，希望咱用开讲的心情哦，来面对今仔即场讲差不多2点钟坐当遮。因为演讲哦，足严肃个代志啊。正如我一个朋友讲，来遮听2点钟演讲，讲伊忍受2点钟个痛苦，吼、哦，迄可能足严肃啦。我啊，有当一寡话，佮听落袂啥个关系。啊，所以讲，伊用忍受个心情坐伫遮，讲你敢会痛苦啊？你都袂当，若无爱听你就吹。我今日讲即句话毋是讲笑，20冬前，我伫迄个南昆新闻个呀，第一遍。上台演讲，我来甲下面的学员讲，哦，下面学员讲，恁今仔听我手机仔讲，无论讲文啊讲啥话，我天马行空啦，有哪讲出白话也不一定啦。如果你听了也未介意，哦，你要现场随举手甲抗议，我接受。啊，如果你若听袂落，歹势，你会当吹。我拢袂甲伊讲，等下，无礼貌，我演讲你煞走出去，你做你去，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的空间。今日即句话同款有效，各位伫遮坐差不多，虽然空间无偌宽，但坐啊差不多要九成个啦，哦，要九成甜嘞。啊，如果你若真正听袂落，哦，无论是我的声歹听，无论我内容讲了歹，我只能自由办代，我只能是用自由开讲的心情来面对这场。所谓的演讲啦、啊，其实唔系容易讲，演讲我感觉足严肃嘅代志，哦，演讲足严肃。按来开讲，啊，我今日即主题生活加文学嘅体验，哦，今日我无论讲用轻松咧讲对嘅角度，啊，讲啥物代志，可能拢是和我写作过有关系，拢是我写过嘅物件，我今日来讲互和大家，啊，作为啊来遮共同。这里面有一个朋友，我咧看年纪也比我较大，昆仑都有介绍过。我是28迄冬出世的，当28过了，28咧发生的时阵，我伫阮老母的腹肚内底。啊，我从细汉，阮老母足定，因咧无知识的人，无读过册人哦，无啥物价值判断呐，无啥物价值判断。因迄阵啊讲。车头哦，要清洗人啊哦，来看哦，安尼着规定出去看人咧，遐清洗规定安怎死？所以我从细汉，我本来讲我是28的英魂投胎转世的，我家己我讲哦，这不是滚笑哦。
我当时伫个履历表以前个写公务员啊，我已经做老师退休个。我伫个履历表底公开写讲，我真正家己足强烈个感觉，二八死亡个历史投胎出世个。因为我个性就是安尼，我出世了，我讲我好运好运安怎？我出世了，伫我个童年时光无敌个一段过程个，多。二八过的恐怖的白色恐怖的年代，我无经过。我讲我若早出世十冬，早出世十冬，像叶老同款，叶老迄当时就是白色恐怖。伊讲伊看毛泽东的著作，啊讲未毁先团，啊用关四五冬。所以叶老出来停止创作，停止要几十冬的。到1965年，伊讲1965，我今仔迄文化大学看叶老的。伊去日本演讲，伊的文学60年，啊，我有解看。1965年，伊和我有重叠。1965年，也就是民国54年，迄当时我是台南师专二年要升三年的时阵，叶老迄阵因为惊吓，白色恐怖伊用乖了出来，唔敢写物件。啊，迄、那个从前的，其实伊在做老师，啊，做老师54年走去南师进修，伊迄阵合作迄落。进修班啊，叶老伊进修一当阁出来做老师，因为以前无经过师范教育的洗礼啦，啊，所以叶老一定爱等于师范校，哦，师范校，啊，我迄阵正式是南师正科的五年级，啊，叶老迄当时含我重叠，伊阵伫知影，但是迄阵我唔捌伊啊，啊，唔捌叶老啥物碗糕啊，哦，迄阵唔捌，但是伊阵1965年，伊咧讲迄当时台湾文件都含。卡萨，咱台湾同名的卡萨，今也搁咧发行，啊，搁台湾文艺，台湾文艺正已经停刊啦，进入咱文学南部啊，昆兄、石明兄因所啊负责的这文学台湾，从文学界到文学台湾，哦，即马会使讲扛起台湾的文学啦，文学大旗。你伫外国，你要来了解台湾文学，真的现阶段一定死就是卡萨历史刊，啊，文学就是文学台湾。最近有一本《人文地带文学》，啊，这也是南部一本本土式的文学杂志，啊，各位如果有兴趣，拢会来参考看卖，啊，所以我咧讲我的文学界延续，啊，今日伫遮，我用足希望用足轻松的开讲的心情来向各位，啊，伫遮呢，啊，我若要讲到这，啊。我今仔介绍讲，阮今仔现场哦，我一寡因为拢体育老师啊，拢做伙出外口咧泡汤旅游，一个一品温泉俱乐部的同仁咧，即拢伫现场内底。哦，内面一个老大哥，苏老大哦，介绍者，因为我特别爱介绍先呐。由这个主题正开始，苏老大的吼，我即马伫遮演讲吼，我想到1994年。1994年，我走去美国缅西，甲一挂台湾底下留美博士生演讲。啊，演讲的主题是台湾的教育，因为当时我拄啊即个做老师，即个退休进前，啊，我当时伫联盟体内底参与个教官会，所以伫个美国内底吼，外国内底足重视这种，伊要看我手机那写文章之外，对台湾的教育直接要教小学的基层。老师对教育有啥看法？因美国留学生、台湾遐拢博士级的哦。啊，我是我第一个人讲，各位，我拢知影，恁拢是博士。啊，刘美，恁若咧讲话哦，无说伊就一句英文啥物话出来。啊，恁拄卡停啊，若要甲问的时候，问问题的时阵哦，我有一点要求尔，你任何问题，天马行空，我拢甲你。有关于台湾教育，因为我今仔演讲是台湾教育，所以恁拢会当针对台湾教育来甲问。但是我的要求是，唔通甲我唱一句英文伫内底。你若甲我唱一句英文伫内底吼，啊就啰嗦你啊！因为老实讲，我听无的时阵，我一句英文插伫内底啊，接袂落来，我唔知你咧问啥。所以这苏老大吼，我是安那特别提着伊，我一片俱乐部若找吼，伊这介趣味啦，我咧会使讲领班的啊。啊！伊若像伊这人，你嘛看安尼咧，伊和我同乡弟，我小弟伊大弟，哦，伊也第二年出世的，
老大，但是伊个英文、日文、德文，哦，一级棒。啊，这语言有当啊是沟通的工具尔啦。伊沟通工具，啊，伊介爱沟通。伊若任何场合，尤其吼、哦，若看到迄外国查囡仔，外国查囡仔，哦，迄查囡仔生得正标致。因某今仔有来无来，我唔知啦吼、哦。我介绍也无啥看。伊若看到这吼、哦，伊就过去啊。Hello， 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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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哦。英文不是啥物文讲出来哦，即个啊，阮伫边啊听无哩，阮下面做伙，阮遮人拢师范毕业，拢教册，啊，英文拢听无啥有哩，啊，伊也毋是师范教育的，英文打篮球，一个就通，吼，下面校长囡仔打篮球就起来啊，啊了，唔知有后续有下文去安怎，我唔知啦，含阮出去佚佗吼，一个花样啊，伊嘛下面加啦加啦加啦英文都好，啊，阮遐咧伫个。日本了，伫遐咧泡汤的时阵哦，吼，看到阮的华裔，其实是看到伊中华裔啊，吼，看到这一锅就通。所以拄只当只伊迄碗老顽童哦，迄问题也足济哦。可能对我讲的话，碰是虽然讲台语吼未解，但是我同款要求。那咧甲问问题的时阵哦，忙用英国语是 I don't know， 啊听无啊、哦？所以这语言都会讲。完全是沟通的啊！我老实讲，我强调，我伫想到伫美国迄边演讲，我会强调安尼。虽然讲自我出糗啦，啊！你一个人走来到美国演讲，伫个牛逼的普学生面头前，竟然讲叫人袂使讲英文，这是笑死人的代志。但是我是吐血，台湾伫个国民党政府内底失败的教育政策，是哪失败教育政策？我讲你听、哦。我初中的时候英文打字，阮这拢山东人，也无咧补习的。阮恁初中拢爱补习啊，去补英文所爱一大堆。啊，我靠，自然补习，三顿食饭都闹的啊，要补习啥？但是我入去考第一遍考英文，初中英文就99了。我考第一初中英文无咧补习啥，我就第一遍考99。啊，等我毕业，要毕业初三上尾啊，改考英文，我几分？77。我记啊足清楚，是安怎遮大个落差？因为我到初中三年，迄阵就做初中啦。初中三年的时阵，因为国民党的教育政策，小学无咧教英文啦，啊，所以考师范就无咧考英文。啊，迄当时像阮即个山东人，阮考师范后是阮唯一的路，唯一的一条路，哦，唯一的一条路。伫即种政策之下，迄当时老实讲，初中考会到师范后的，老实讲啊，毋是我家己咧好，拢一辈中的。一辈中诶，所以因为伫咧政策之下，伊教育啊，将来恁遮最少啊都无咧，也无咧教英文啊，所以考师范学校英文就免考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诶，一种典型的失败的教育政策。我凸显这点，我伫美国遐含遐留学生咧探讨台湾这其中的一种哦，用家己做本身做咧，用家己本身做咧，这一种失败的教育政策造成。入去读师范呢，师范生大家伫初中作业收，但入去内底，迄、那个师范校，我若有教英文，毋是无教英文，但是英文拢543，迄英文老师知影讲啊，即种拢应付尔，因为这将来也无要教，啊，所以因也拢无重视。我若有咧收英文，前三等我若爱收英文，啊，但是入去大家对这拢无兴趣，所以伫师范生内底，将来未来像迄落杜振正即种博士级的，因英文安怎拢家己自修的。朱元善南师加我三届，伊五二级的，伊五二级，伊阵是普师，啊，我阵读南师是师专，我哩届，到时讲啦，讲到这個，我含即间图书馆真正有关系，确定去讲互大家听，迄足心情的代志，哦。师范生入去到师范校，若要读英文，拢爱自生自灭，拢是家己自修啦。啊，伊若知影自修，拢作优秀，英文拢作好。作些出来，将迄师范毕业的、迄留美的、迄创啥货一大堆啊！啊，英文怎解读？啊，我这因为笨蛋啊，所以入去内底搁杂插当落去。底下来咪风云人物呢？我底下风云人物，风云啊，到尾啊，向门开除。确定我来讲讲这段历史，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伫师范校读到四年向门开除的代志，给大家听。哦，啊，我对遮咧讲。是安怎讲考试啊？然后含这个有关的，晋江高雄文化馆，咱四季有即摆用啊足水哦。各位，恁若毋是高雄人，你可能无了解。即外口中央公园咧建设，一定真正台高雄一个美丽的角落之一啊。
高雄市只有到四月，和贾长廷接手以来，用啊各地方像咧写完咧高雄领事馆咧，迄款细汉拢袂使入去啊，迄拢卫兵咧过啊，啊遐有一个叫做蒋公行馆啊，写完边啊遐，我恁做细汉啊，因为无细囡仔，一支脚打入去，伊咧到遮打咧卫兵遐去关一工，一工，左当啊甲你关一工，迄个做蒋公行馆。哦，啊，遐个所在以后，互中央台建议做台啊。遐所在做台啊是做无适当个，但是遐整个环境融洽，包括领事馆，真拢足水个一个美丽高雄美丽的角落，真个足水个。啊，在图书馆，我特别要讲者，这是一种怀旧的心情，怀旧心情。比当时个图书馆，是文化馆较早是合作高雄个正港个图书馆个本身就是遮。啊，过个无偌久，伊话国民党占去做东部，啊，即卖高雄的图书馆都徙伫迄个民生路遐，迄个角落迄图书馆，吼、哦。啊，即、這个所在有我足侪童年的回忆。边啊，搁过即个公园边啊遐，遐体育馆拆起来啊。各位若较老辈可能也未听进前有看到，吼、哦。迄、那个体育馆拆起来了，本地讲要改做鸡蛋厂的，结果无改，从。迄、那个唔知安怎，迄原因当然咱无了解啦，吼、哦。啊，个迄、那个百货公司加起来都好。啊，但阮细汉，我细汉时我是读大甘堡吼，迄、哦那个信义国小，信义国小。阮哩当时常常老师吼，迄无通坐车啦，迄阵囡仔来买倒看啥表演，啥表演拢是坐车。我迄阵行路，车也闲啊，迄阵也无钱啊买鞋啊。伫信义国小，你也成功信义国小，各位知影无？伫咧民族路迄个细所在，吼、哦，民族金天路迄个所在，圣义啊，吼、哦，圣义国小伫遐行路，带规团的，带来遮体育馆看啥？沈长虎大马戏团，沈长虎导演老印象无？马戏团，即我细汉时，啊了，初中的时阵，我住伫即个图书馆，看到报纸，看到啥？看到屏东师范招生的消息，前28天，吼、哦，我印象够深的。我当时本地啊，因为阮老实讲啦，初中三通读到边疆读的啊，啊，这细汉老实，真细汉生啊贵唔破的人啊，我国校读到五年，读到国校五年哦，起来了答辩考试拢袂歹啊，啊，阮一个山东啊导师黄书根啊，伊成绩不错，啊，怎么讲起好就要回家？伊当时小学的时候，你也到五年。到五年的时阵呐，你若当起了，若要考初中的，拢留落来好好；要考初中的，拢留落来好好二补习。啊，补习了，下暗时老师佫带因到二补，迄个带因到较叫做二补啦。啊，所以阵常常讲读写来，读写来就是伫校咧补习咧滴啊。啊，我若当起了，啊，就喊人排队，起不做，啊，就回家去啊哩。啊！阮迄个山东个老师，迄个到尾死进前，拄啊，我伫个身躯边尔。伊要死进前，我伫个身唯一个学生。伊只伊甲叫来讲，反正讲，你不搞初中啊？我考初中，我唔知啥意思，考初中唔知啥意思啊？啊，咱个成绩拢袂歹啊！我了真正有滴啊讲个天生自然个，答辩考试拢前几名，用奇怪靠这种人。啊，当时你若无补习嘛，我来讲哦，迄阵迄个老师做好极咯。你若无补习。唔好，你考初中哦，你毕业证书该考了，等待考过了才合理哦。迄当时的情形是安尼哦。各位，那我这个年纪前后的，我这绝对袂好讲，因为我这是切身的体验。啊，到尾啊，这个老师，他走去阮厝搞阮母啊。迄当时找阮母啊，阮爸无路用啊，阮爸无咧管我啦，无咧管我。迄叫三顿王家王家也无咧管，找阮母啊。阿母讲，考中有啥意思啊？啊，甲讲落，伊甲讲啊，这个囡仔真好，哦，我用台语翻译啦。啊，这个囡仔阿先生无考初中，啊，卡托甲叫我去补习，啊，无甲摕补习费。迄阵补习伫校内面一个月10块，10块啊。啊，那下暗时带因兜的吼，迄较贵啊，啊，偌济我唔知，因为我拢无交过补习费。伊甲带，啊，拢无甲收啊，伊就甲咱讲啊，就。叫我去翕啊！我这囡仔，这足奇怪，我足歹哦，我这山东偌歹个呢？我这印象中，我唔捌来读过，穿个皮嘛，我这迄若较搞怪啊，翕歹个拢用皮咧粘个。伫个时阵，真正讲迄年代就是安尼啊。啊，我是毋捌翕来粘过啊，毋捌来粘过。
啊，伊就是第一遍考试完后，伊甲讲的，伊讲，你家穷穷没关系，考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我袂使学，师范校，就是甲讲，用师范校有收费，啊，搁免钱，啊，出来做老师，啊，就读一阵，然后国校六年师范校入去我脑中，到我初中读三等，唯一的出路就是师范校，我无别条路通行，我因为厝三等山啊，饭都忘吃，啊，山崩山啊，我这人无求乱去。我从小人都教我学的，所以我小人的绰号就是啥罗马，罗马大家知道哦，吼吼，那年罗马，我伫个食得左金啊，啊底下，我那贫民区，我住伫个大甘堡，南华路大甘堡遐，迄又叫宗教的迄个所在，常常嘛，即区含即区咧相拍，啊，骑石头咧相啃，啊，但是我这人我也翘翘啦，我翘翘，我拢秘伫后壁啦，很少用啃着，很少用掂着，啊，但是人叫我罗马，我足翘的，我啊神无穷穿去。反正阮大姊有咧常讲，常咧纠缠一个，因为我第一个查甫的嘛，阮头前三个查某的，啊是我第一个查甫的，阮母也真疼，啊三顿拢食个番薯签，阮臭铺的，迄毋是讲啊，哦食番薯签搁瘦来，拢装番薯签，爱爸爸的臭铺的，啊臭铺臭铺，啊有拄着啊，骑五角，阮母也骑五角，结果阮一个第二大姊哦，走圆环啊，阮是大甘堡南华路呀，圆环啊，买一碗白饭顿啊，我食，买一碗白饭哦。啊有一边讲买到半路跋倒，白饭崩破，当下迄个阮大姊、阮母啊讲着要死啊，正看着后家咧讲，夭寿啊，互你害者，我真了印象足深的，也搁咧讲。所以当时阮的生活老实讲，考试完后就是我唯一的一条路，唯一的一条路。所以初中到尾毕业进前，啊人拢来补习嘛，迄时间头还有一段时间停课，啊我拢来伫遮，拄啊我拄则所讲的。看到迄个消息，二十八天前，要就要考屏东师范。啊，我迄阵唯一目标是屏东师范，所以开始伫咱无眠无日，一只度过将近一个月，真正无眠无日啦。啊，伫遐吼，即、所以我伫遐有太多的回忆。即来到这文化馆吼，拄只迄个主办人讲，看到我的内容，吼、哦，降低遐济啦。啊，就我手机啊有当下了大头病，较早参加。插政治嘛，插我一大堆，安尼跟苏安豪都有关的啊。我苏安豪迄阵钱啊，要用退，要用退行，股东协查呢，五十年代股东协查偌严重诶，迄个电脑机我讲恁听。啊，所以伊看电话，伊来特别来讲，黄老师，这政治方面的，我们少谈啊，我们谈文学好不好啊？安尼啊，我可以体谅，但是政治我们不要怕它，政治你也不要躲它，政治是我们生活里面。坦然面对他，但是我今仔有讲到政治，有讲到政治，真抱歉，和我的文学绝对有关系。我唔是纯粹政治，我真足推下政治啊！我较早投入深深，真对政治无论啥货吼，我有我家己的台湾立场，但是我对政治真正足推啊，真正拢伫遐咧耳朵遮推啊！我关心台湾未来前途安尼，我真袂。但是我今仔所讲的，我所讲的，老实讲，拢和文学关系。包括我若讲到政治，包括我讲，可能你的立场和我立场无啥共款，哦，拄只可能问我，问我讲，尾仔我可能留头半点钟左右，也是较短时间，含各位来对谈的时阵，你若对我有无共款的意见，尽量提出来含我了，啊，伫遐现场台来讲，啊，但老实讲啊，政治你若唔插伊，伊来搭你啊，你不踩他，他会踩你，因为咱台湾伫这敏感的时机内底嘛，较有可能先变政治。咱的国家的前途，咱无可能无关心嘛。咱袂当土头咩，种土鸟啊，种埋伫山内底，拢唔管啊，无可能的代志。啊，我像今仔个性更加无可能，吼、哦，更加无可能。但是我今仔尽量用足轻松的，吼、哦，来讲一场，大家含大家做伙来开讲，啊，开讲。啊，含我过去一路行来四十档啊，我的文学路应该讲是二楼讲伊文学六十档，我头个四十档啊。啊，讲到二楼，我足清楚一件代志啊。一老前四五十岁，伊怎啊在付出迄阵哦？1965年了，搁付出出来了，伊个三十个本来第一日时代做水，日本的不能前辈，前几日甲四个四川文，伊就迄个提示啊。一老迄当时，我来家看足新鲜个，伊若无参，伊若无惊着不难咯，伊是个阿舍囝，纨绔子弟。我了看伊过去的时候，我真啊有钦羡伊啦，啊为伊老。